大家好，我是 Kason， 接下来介绍的是 Echo 出的 CS 果冻白轴，这是 Continental 代工的轻压力线性轴，跟果冻粉还有果冻黑算是同系列的，都是 CS 果冻系列。价钱的话一样是45颗55人民币，折台币一颗大概5块多，台湾卖约6块多。后来有出厂润的版本，不过价钱从55变成75就贵得有点多了。外观上就是整颗都白色的，又是一个很适合跟无印良品合作的轴体啊。一样是白色的防尘壁轴心，不过白色它的上下壳变成白色半透明的，跟果冻粉、果冻黑这一些 CS 果冻系列的全透明就有点不太一样的质感。一样是四角卡扣固定的三角底壳。压力方面是35克的触发，然后在 1.9 毫米的位置，总行程是4毫米。来跟同样是轻压力的金粉轴还有快快红轴对撞看看。跟快快红轴相比，可以看到它比快快红轴稍微重一点点。然后跟金粉就几乎一样，手感方面其实就是比较轻的果冻黑、果冻粉啊，一样是很顺滑的线性轴，有一点摩擦声跟弹片音，触底跟回弹的声音都还蛮偏清亮的那种声音的。然后这样按的话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弹簧音。照我润果冻黑跟果冻粉的经验，这个果冻白它自己后润之后杂音也几乎都会消失吧，应该，因为我只有一颗啊，我这一个就没有润了。然后触底跟回弹声音都会变得沉闷一点，变成我比较喜欢的这种声音。不过如果是直接买厂润版本，就不会像我润的这么厚，效果应该就有差，大概是这样。拆开。果冻系列都蛮难拆的，看我掰了一段时间，然后都压下去都要自己再掰一下。弹簧一样是22毫米的加长弹簧，厂润的话也是跟果冻黑粉一样，是轴心跟小角有做一点点的干磨润滑。厂润版可能是导轨也会润一下吧，不太确定。装回去。Thank you.